Hello， 大家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频道，我是晴天爸爸。老婆，小孩在后面。Hello。好，我们现在要进纽约。进纽约里面塞车。是的。可是有塞车。看起来是很多车啊。对啊，感觉一点都不感觉就是很可怕的样子。In half a mile, continue straight。要照给大家看。对啊，接下来。这边就是要准备进 Holland Tunnel 了。Holland Tunnel。Continue straight。我们这边永远都在有工程。现在好像没有的感觉。Cruise by mail。我在这边 Cruise by mail。我们现在没有人在上班了。对，比较安全一点。还没要过了 Tunnel。出去以后才到纽约，所以这算中间，就是海底隧道，不算海底，河底，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海底，反正就在水下面的隧道就对了，隧道好看，好美，老隧道了，现在亮很多了，以前都是昏暗昏黄暗的灯。现在 LED 了，终于到了。是的，这边就是纽约的。这边通常出来就会靠近 Chinatown 这边。离 Chinatown 这边很近。还有新盖的大楼。我们要走 West Street。Exit right。那边 Canal Street keep left 就是去。中国街了，去香料堂了。In a quarter of a mile, yeah. Turn right. 塞车，你看路上还是塞车，还是很多车。对啊，纽约真的是。纽约人开车没在客气的，很夸张。我开车没在客气的。小心点，台湾人精神。Turn right， 在纽约啦，对啊，对，你看，你看他穿那个婚纱，婚纱要素颜，婚纱戴口罩，弄到一个婚纱要戴口罩，戴口罩，酷哦。你看纽约的停车，看到吗？停车场超级无敌贵 ，Early Bird Special 27块。还是五点，早上五点到早上九点，九点才四个小时哦，27块。他白天跟晚上的是半个小时要14.36块，所以如果你停整天要60块，59块一毛三，对吧？都是要半小时14块哦。台湾都可以租一个车位了吧？快400了吧？半小时哦。其实路上车很多啊，对，还是对啊，人还是有，但是也有戴口罩。是啦，有比较少的啦。你现在五点，以纽约来说，现在是真的算人少了。通常都是已经塞到很可怕了。为什么是闪黄灯啊？Skinny. 我们要上去吗？好像。Star Wars， 很幽默。我们还要几多久？四麦，他说还有23分钟。这是算纽约里面，我们没有。天美要去 Times Square 那边。到时候再拍给大家看。我们就今天直接去二姐家，因为也5点半，我们到可能要看。可是是一样的。其实人车真的少很多，可能没有什么观光客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家，我是晴天爸爸。现在我们在纽约的 Times Square 这边来给大家看一下。超多人。也没有到很多人啊，其实人算少了。我们这边在42街跟 Broadway 这边，其实你看
路上是真的没什么人的感觉，除了那边有一坨人之外。对啊，其实纽约哦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这边人真的变得好少，而且几乎大家都是要戴口罩的，真的不戴还是有点可怕的。对啊，而且你看车相对也很少。我们今天现在是礼拜六，所以你看以礼拜六的车辆来说，真的是很少了，而且以人量来说，真的也是超少的。好，我们就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吧。来，走走走，签好，签好，先签好，签好。我们走那边，好多人哦、喔。不要了，不要走那边，我们走另外一边吧。走旁边那边绕过去吧，那边人很多。这边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、啊，走那边看看好了。我们先往那边走走看，你看这个车真的超级少。因为通常以纽约来说，这边应该都是每一次都是超级无敌满的状态。对，这边就 H&M。哇，真的，你看，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真的人变好少。然后他们那边不知道有什么活动，不知道什么哦，好像是印度的、欸。因为他的国小是印度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牵手，不要再这样子弄了。现在很多人，好，你丢你丢，对啊，真的是疫情关系，哇，你这边人掉了。他在这边印度哦，你看印度国旗在这边，他们印度这边应该有什么活动吧？所以这边才很多人。等一下。这边就是真正算是名副其实的 Times Square 啦，在这边真的超少人，这边哇，你看这边的人真的是少，要不要过去啊？你不过去吗？你们可以走啦。你看，真的哦，人变超少的了。你看，这边人真的相对变超少的。对啊，你看，这边就是所谓的 Times Square 了，人真的变得好少哦。也就是之前疫情爆发，纽约变得超可怕。啊，我姐夫说那时候他四月来的时候呢，是来 Times Square， 他因为他们住纽约，所以他说四月六来的时候，疫情刚爆发那时候。Times Square 几乎根本是没有人，所以现在是有比较多人一点了。Times Squares 还蛮酷的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就是 New York City 里面现在的现况，就是其实真的大家都很少出来走动了，连车子也变得很少。这边才是 Times Square， 那边有 Line Store， 可以有一些店是关的，就像这个 Old Navy 的，它现在是关的状态，所以其实还是很多店都是关的，有一些店是开着的，然后那个 Line Store 其实里面也很特别，它有一只超大的熊大。
那你可以跟他合照，他们店员会帮你拍到拍，就是帮他帮你跟他一起拍照。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。哦，他们也是关的哎，所以连 Line Store 都是关门的，所以这边应该几乎全部的店，也没有到全部啦，我觉得可能有80%-90%的店都是关着的，旁边那几家店就不知道了。Kiko 啊，手表店是关着的 ，Skechers 好像是开着的。不知道哎，算几点？还没11点。哦，还没11点，不知道哎。可是他有一些店就没有开吧？有店可能比较晚开。可能吧，哦，也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时间上有所调动。对啊，所以。好，大家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的，上面就是每次 Times Square 上面会吊的那个灯，上面写2020。New Year 的时候啊。对啊。新年的时候。对啊。可是我觉得今年新年的时候啊，应该这边完全没有要聚集的感觉了。